你太慢了，完了。好了，吃挂。老公，他这边太小了。等你想办法。哎，小鸟受伤了，带回去疗伤。哇，这不是达利的时钟吗？嘿，哈哈哈。这个雅诗兰黛粉底液好丝滑哦。这个是干皮救星，上脸特滋。我趁德国最近有活动买的，领了评论区大额优惠，才200多，还在其他大牌化妆品都不划算呢。不错耶，我也去看看。宝贝，玩具车给我吧，请你吃冰棒。谢谢。